来吧，朋友们，来了吗？来了是吧？这个许巍呀，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他写了很多歌。哎，开场曲再来一遍啊！哎，有我。没关系，都用都在我这儿了。你睡觉吧，跟大家打个招呼，睡觉来，过来。我还要开机。我知道你过来打个招呼，来，跟大家说晚安，晚安。对，跳一个。这个周末的夜晚呢，总是没有网，现在网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下边用不了，所以你只能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再看。 OK， 好，对吧？这就叫教育，是吧？教育不是万能的，管理也不是万能的啊。其实呢，还是跟自律有关系。你别看他还没到四岁，很自律啊，到点儿睡觉，哎，也不用什么太严格的这种要求啊。这一点呢，在国庆这六个出去六人我饮酒醉这队员的身上体现的不是很充分啊。当然这个呢，回头咱们再聊。今天呢，这个因为这车站比较多啊，朋友们都先来了是吧，都相互打一个周末愉快，好吧？周末愉快四个字，周末愉快行吗？周末愉快。哎，周末愉快啊。这个许巍呢，因为他这个在网上听他原唱啊，就录音棚版啊，得交钱啊。我这人呢，一般来讲啊，花钱的事儿啊，我一般呢我就躲远点，所以我呢是放在他这个浙江卫视的这演唱会的片段，所以你能听出来呢，唱的不如啊 CD。这卡了是吧？是吧？这个卡就卡吧，那卡没办法呀，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也不想卡，但是看上去，等会儿啊，好，我改了一下设置。我们家网挺多的，好吧？重新进，现在还卡吗？没接电话，没接电话，现在重新进是不是好了？重新进。好了啊，重新进，你打几个字，重新进，重新进，好吧？好啊。今天呢，咱们因为是周末，所以咱们呢踏实实聊，别着急啊，能聊的东西很多，好吗？不要着急，朋友们不要着急，什么侯耀华呀、王楚啊，是吧？能聊都能聊，别着急啊。然后今天呢，其实呢，除了聊这个内容之外呢，还有抽奖。但咱不得不说啊，这抽奖啊，现在三个车站只有两个车站能抽奖啊，所以呢大家做好准备啊，因为我们呢和这个361度啊，我们推出了联名款啊，足球小将的鞋啊，这个呢咱们一会儿呢我会连线我的同事啊，让他给咱介绍介绍啊，这款联名的鞋，好吧？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怎么说呢，一定是优惠的
啊，这个优惠到什么程度呢？优惠到什么程度呢？是这样啊，你比如说这个吊牌价319，618活动价259，618到手价209，但是我们直播价189，怎么样？189，可以讲是相当相当的优惠，好吗？相当优惠啊！过这村就没这店，好啊！男板鞋，哎，男休闲鞋，男复古文化鞋，男足球训练鞋。361度跟中国足球小将联合推出啊，这个足球小将这个版的这个啊，这几款鞋啊，其他鞋呢我还没有试，但是我试了这个男足球训练鞋啊，大家可能看了。昨天还是前天，我一脚任意球，第一脚十分脚，我把这个小视频呢，我就发给了徐亮徐指导，徐亮徐指导给了我这样的评价啊，大家有时候不信，老觉得我吹牛，哈哈，那咱们就是反正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所以呢，我就没有通过徐亮徐指导的同意啊。我就说一说他这个对我这个任意球的评价怎么样啊，我给他发过去了啊，我说主要是人墙到位了啊，主要是人墙到位了啊，结果呢他看了我这一脚射门啊，然后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啊。靠，这脚球有点那意思呀，这跟我教的一模一样啊，是一个极其具有天赋的球员呢，懂吧？没听清吧？是不是没听清啊？那再听一遍啊，就是我这脚球，看什么？我脚球啊，看着呢，看着啊，看着助跑啊，走，准备走，听清了吗？我把那个紧贴着立柱边那个假人墙直接给爆头，直接给爆头了，看着没有？然后呢，徐指导是这样的，靠，这脚球有点那意思呀，这跟我教的一模一样啊。是一个极其具有天赋的球员呢，懂吧？咱们就说好啊，咱们说好啊，这个我这人呢，我现在进入更年期了啊，我有情绪不是很稳定。你呢？咱们听啊，咱们好好听，咱评价得好好评价。你要给我开玩笑，你后边括弧开玩笑；你要没有括弧开玩笑这仨字，那我就认真，我认真我就给拉黑。好吗？反正我已经拉黑40000多人了，啊，你要挤兑我，你可以说开玩笑，啊，但是你要说不写这仨字开玩笑，那我就认为你在跟我这儿深杠，那对不起，我也没工夫跟你杠，好吧，我就直接干拉黑。今儿我在这个 WB 上我又拉黑一个，我发了一个足球小将连续六脚传球的一个配合，按说在11岁这个年龄。一脚传球，连续六次一脚传球，在实战当中是挺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儿。毕竟我们不是巴萨啊，毕竟我们是开大脚的球队。结果呢，有一哥们儿第二个留言，俩字儿，呵呵呵呵，我操，呵呵，给我留一呵呵。我说这哥们儿呵呵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想确认一下，他到底是就是很好的，呵呵，嘿嘿。还是呵呵，这个不一样，打出字来都是一样的。但如果是，呵呵，这是一个，还有呵呵，所以我呢就点进他的微博，我一看他关注的第一个这个话题叫某某青训，某某是一个中超的俱乐部，我一想这绝对是敌人啊！他虽然是我的铁粉，但是他这呵呵，我通过。他关注的这个话题，我就确认他是跟我这杠了，我直接我给他干黑了，我直接就给他干黑了，好吧？他要是关注的中国足球小将，我还可能啊还犹豫，明白吗？他要关注的是迪丽热巴、杨幂，这我还能犹豫，没准都是同路人。他关注的是某某青训，啊，这某某是一职业中超球队。我一看这个绝对就是长时间埋伏在我这里啊，对中国足球小将鄙视但是又不敢跟我们干的人，我就直接给他干黑了，好吧，直接给他干黑了
啊，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晚上朋友们都能够活过今天晚上。不是，我希望朋友们就是，如果这开玩笑啊，你就注明一个开玩笑，好不好呀？好不好？因为咱不是很熟，不是很熟啊，我也不是很了解你的语言风格啊。前两天在群里我也干黑了两个，后来发现呢误伤了，误伤以后呢就都给请回来了。人生就是不断的这个相聚和离别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好吧？英超跟我们已经阔别了差不多100天了，英超啊，实话说呢，我这个人呢不能算作是很忠实的这个欧洲五大联赛球迷。比如说我这个西甲呀，我就看三个队，皇马、巴萨、西班牙人。皇马、巴萨最好的啊，然后呢，当然最好就是皇马对巴萨，皇马对马竞，马竞对巴萨，马竞对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对巴萨，巴萨对皇马，皇马对西班牙人啊，我是就这么看。因为什么呢？有时候比赛太晚，确实啊，也看不过来。德甲基本上我就看拜仁，啊，就看拜仁，啊，多特我都不怎么看，啊，还有就是呢，这怎么给我这？您的房间被断流，原因其他，这什么意思呢？怎么有一个第三个车站给我给断了？现在直播给我给断了啊！我新下载的呀，我新下载的。现在直播给断了啊！这个第三个站给断了，我们现在是两个站，你没事啊，没关系，好吧？断流鱼啊，断流鱼啊，能不用中通吗？这是问快递呢是吧？我实话说呢，快递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是想买一个东西，啊，我就自己找快递，我就宁可花点钱，我要找一个好快递，更好的快递。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不用中通，用别的，那就可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成本的增加呢，加钱了，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那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问题，啊，我建议他可以修改快递，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个更好的这个快递，好吧？这个事儿就目前来讲，就是只能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什么意思？怎么这给我断了呢？这第三个啊，等会儿啊，我这个这也奇了怪了。我看能不能再接上啊？这不刚才就显示人来了吗？弄得这突如反掌的，没事儿，反正正经事儿还都没说呢啊，正经事儿都没说呢啊。在直播间里，你要再跟我这提什么什么什么炮的，我就直接给你干黑，好吗？你这属于捣乱的，好吗？你愿意聊你他妈去聊去，你别在这勾着我，好吗？现在这个小董这个管理员在不在？什么雪花什么大炮的，只要提的就给我拉黑，好吗？只要提的全都给我干黑，好吗？你愿意聊你自己去聊去，别在我这聊，好吗？别害人行吗？你自己聊去啊，可孙子了这帮人。好吗？好吗？就尤其小斗这儿的，好吗？啊，赶紧的，啊，不听滚蛋，好吗？好，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英超。英超呢，离开我们有100天了啊。我说了，就是英超呢，我是看的最多的。虽然说呢，我们跟英超球队啊，这个交手呢也不算太多。比如说，我们曾经干过狼啊，没干过啊，就是我们曾经打过狼，战狼啊，
战狼呢，实话说呢，这个当时呢，他们还是这个叫什么叫中甲啊？赢了我们之后，他们后来升了中超了，啊，不是，英冠啊，他们刚开始是英冠，后来呢，跟我们踢完之后呢，我们把好运给他了，他就后来就升超了，明白吗？变成英超了。另外呢，我们跟这个利物浦踢过啊，不小心赢了，啊，赢了利物浦啊。这个朋友可能觉得你们是不是兴趣班啊？您猜对了，我们踢的是假的利物浦啊。按照那怂脑袋的那个说法，我们踢的是网点啊，或者是我们踢的是叫什么叫这个叫踢的是兴趣班啊，兴趣班啊，我们踢的是这个兴趣班啊，这怎么回事啊？啊，别着急啊，别着急，朋友们，天不长夜长，好吧？天不长夜长啊，天不长夜长，天不长夜长，天灵灵，地灵灵，啊，好吧，我们赢了利物浦啊，赢了利物浦啊，很多朋友可能也看过那场比赛，在奥地利的世界杯上。在我看来呢，其实欧洲的这些青训呢，风格都差不了太多啊。据说用的都是阿贾克斯的教材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但是呢，因为不同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不同国家的小孩踢球啊，也稍微有点区别，也稍微有点区别啊。然后呢，我们又跟英国的英。这个英国的这个桑德兰啊踢过，桑德兰呢这个当时是 U10 啊，应该说呢是比较特别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呢比我们还爱开大脚啊，这个其实挺奇怪的。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全世界呀最爱开大脚的球队，后来我发现呢，一见着桑德兰啊，他们不叫开大脚，他们叫开大手。他为什么叫开大手呢？他那个门将手抛球啊，直接能干到1/3场地。他每一次发动进攻，就直接拿球就扔给中锋，啊，这下给我们给累坏了。他那中锋比我们那个中卫艾瑞克高半头，啊，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踢得很辛苦，啊，我们踢得很辛苦，啊，我们踢得很辛苦啊。这边还有这个不断的在聊这个什么的啊，别着急，我挨个拉黑啊，我今天晚上有的是时间，好吧？狼的青训确实不错啊，狼的青训确实不错。我们跟这个桑德兰踢，踢得很辛苦，我们实话讲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机会不是很多，这个直接呢也造成了我们最终啊点球呢，点球啊失利了，对，啊，咱们开大手，啊，开大手，能屏蔽字吧，是吧？但我这个。现在只要提那3个字就拉黑啊，不用3个字，什么3个字，2字就给他干黑烧鸡还有吗？大哥，你这问题怎么？别着急呀，我们还没聊正事呢啊。然后呢，我呢也搜集了这个过去这100天呢关于英超的一些消息。咱们先说一个历史的新闻，就是我呢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前呢解说的最后一场英超就是热刺。啊，热刺啊，但是没赢啊，跟这个伯恩利1-1踢平了，啊，可以讲呢，当时呢，穆里尼奥啊，这个手下的热刺也是这个捉襟见肘啊，好多队员都伤了，啊，弄得这个穆里尼奥呢，这个稍微有一点焦头烂啊，有一点焦头烂，还好，突然间疫情来了，疫情这一来呢，给了热刺啊很大的一个喘息的这个时间。还有呢，就是我解说的最近一场欧冠有英超球队的呢，是这个莱比锡3-0赢热刺，啊，可以讲呢，我应该啊对热刺在疫情之前啊双线作战的颓势负主要责任，对不起啊，那主要责任，那么现在热刺呢应该说是人马恢复啊，那么英超啊6月18号如果顺利开赛。
那么热刺将会作何这个表现，那个时候我们呢一起呢再拭目待啊，拭目以待，嘿嘿，好吧。那么3月13号英超官方宣布停摆啊，说延续到4月4号。这说明当时呢英国人呢对整个这个疫情的判断呢是相当的乐观啊，认为呢差不多有俩星期啊也这阵子也就过去了。但显然啊，他们想多了或者想少了啊。总而言之呢，这个4月4号是不可能开赛的啊。接下来呢 ,3 月13号呢，就是英国人呢，就是其中英超有人呢就染上了这个新冠病毒啊。阿森纳的主帅啊，阿尔特塔其实很有才华，但没想到呢这个叫命运多舛啊，新冠病毒呢直接呢先给他一个打击。但还好呢他挺过去了啊。还有就是奥多伊呢在这个隔离期间呢实在是寂寞难耐，哎，约个模特来家里面啊，来谈一谈心呐 啊一块喝喝茶啊，一块看看书啊，然后一块上车啊。这个奥多伊啊，后来呢这个被警方逮捕了啊，被警方逮捕了啊。所以作为他们来讲呢，怎么说呢，这个运动员啊身体特别好啊，可以说我看到这第三个车站到底好了没有啊。好啊，都很好了啊，咱们这热车结束了啊，咱们现在正式开始聊了啊，朋友们正式开始聊了。今儿晚上俩话题啊，一个英超，一个国青六君子啊，这个饮酒事件啊。当然中间呢我要推广一下足球小将和361度共同推出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怀旧版足球小将的这个鞋啊，很大的优惠啊，过这村没这店。而且我们要在两个平台上啊，邀请我的同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鞋到底好在哪儿。另外呢还有抽奖啊，也许啊您抽上了，抽上之后明天啪一到货，后天您就穿着新鞋啊，穿新鞋走新路做新人，好不好，穿新鞋走新路做新人。当然你要说现在你就来不及了，说我等不及了我就想买， OK 可以啊，这都有啊，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这应该有啊，应该有，大家点开手提袋。总而言之呢 ,189 啊，可以买到吊牌价309的鞋啊，可以比618活动还要便宜70块钱啊，还要便宜70块钱啊。你省下这70块钱，你是不是可以买点蛋黄酥、雪花膏，不是雪花酥啊，重庆小面、柠檬膏啊，包括牛肉酱啊，老想改名谢谢啊，糖蒜啊，辣海鲜啊，微熏鸡，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以啊，可以啊。那么这个4月3号英超宣布了，说原来说4月4号开始，后来4月3号就宣布联赛不会在5月初恢复。这个时候英国人呢开始变得冷静了，客观了啊，以前觉得呢都是中国那边的事儿，没想到呢这新冠病毒在欧美比中国严重多了啊，严重多了。虽然说这个欧洲人呢他不愿意在家待着，他不像咱中国人，中国人听话啊，中国人也这个有规矩啊，但是他不行，我们也出去啊，我们得玩啊，就这样啊。英国人今天我看着一个漫画，这个漫画是个海滩，英国的海滩呢啊全是人啊，跟下饺子似的，在沙滩上啊摩肩接踵，在那晒太阳啊，一个挨一个。其中有一对话，这儿子问妈妈，妈妈我下礼拜上学不上学，妈妈说现在不能上学，太危险了。他去海滩啊，几万人在海滩上啊，就差不多裸起来了，他告诉不危险，他说上学危险。那这就是外国人啊，外国老想改名，这哥们儿这车给我发了啊，这个点赞能不能往上走一走啊，别就几万个赞，丢不丢人啊，丢不丢人，我这么卖力气在这找，一共一看才几万个赞
啊，点赞也不花钱，你说你不打赏可以，能不能点个赞？好吗？我一会儿我再看啊，如果不到10万个赞，我就这边关了，好吧？我这边我关了，好不好？现在这才 top 十四，啊，丢不丢人？播了4年了，在小一上播了4年了，是吧？到现在才 top 十四，啊，我这一只王，我这名声还能不能保住？还行不行？啊，给我个理由，行吗？给我个理由，好吧？把这个说关了的都给我拉黑，好吗？现在就是一定要拉黑，好吗？现在只有拉黑，只有拉黑，就是枪一响，不是抢劫开始，这个什么射击开始，啊，我这个就是杠精开始，拉黑开始，啊，我这个跟那个这个什么就那个什么来着？有人说爱关不关是吧？我先把爱关不关的这个给他干掉。哎，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对吧？迎着枪口上的，我就特别喜欢，对吧？爱关不关，我先给你给关了，好吧？好吧？哎，好不好？要不愿意点可以不点啊，别抬杠啊，对吧？这个啊，好吧？点赞有什么意义啊？没什么意义，就是玩啊，就是玩，好吧？就是玩啊，你愿意跟我玩就玩，不愿意跟我玩你就走啊，我也没请你来。有人说我老了很多，是啊，你注意到你的父亲也老了很多吗？其实每一个人应该注重自己的家人啊，你不要看我老不老啊，我老也以及人之老，对不对？所以你说你突然间跟我说逢人减岁，欲物加钱啊，为什么说你现在月薪才3000多，对不对？为什么呢？就你不会说话，你老到这儿来，你老跟你们领导。哇，那你领导，哎，你最近有点老啊！我你见你们领导小秘书是吧？女的女秘书，哎呦，大姐，你今年都有40了吧？人说我才26，你这能升？你能让你们领导喜欢吗？所以你根本你这辈子你也没戏。你老一到直播间，董哥你老，我操，你这个你不逗我呢吗？是不是？我老人老是应该的，明白吗？你看那个白岩松什么的都花白头发，他好多黑头发他都染的，明白吗？那50往上谁受得了啊？你42，你可能还不如我呢，啊！所以别老这个啊，这叫什么死通戏？你说你弄个，你说你那起一个外国名字，完了他妈不会说话，还他妈整天弄点洋文是吧？是说话是不是肯定是我们 team 非常坚持团队 spirit，你跟一个牙缝里面夹肉丝似的，是一定是这样的人，是吧？你在外企你也不行。你不会说话，你在全世界你都不行，好不好？别闹啊，好吗？怎么领券啊？怎么领券呢？别着急啊，我先把这话说完啊。现在今天不乱啊，因为有好几个车站都比较乱啊，都比较乱啊。长这么难看还叫 Benny 啊？这老赵啊，沈阳老赵啊，沈阳老赵呢是我们中足小将去沈阳去年10月打精英杯决赛的时候，老赵和沈阳的这些车友们。给了中国足小将非常多的帮助啊，5、6辆这个私家车停在我们楼下啊，为了让孩子们呢，不至于早去球场挨冻，他们呢就是帮助我们运孩子往那边运孩子啊，这也让我演练了将来怎么卖孩子啊，这个小框被退货了，这个让我很难受，但是我新品肯定马上要上架，包括蛋黄酥老二。包括吴王、张伯辰什么这些都准备往上走，往上走啊，好吧，往上走。那么我这个英超宣布呢，就是5月初不踢了。后来呢，英国呀就开始啊，这大面积的就出现了新冠病人啊。你看到截止6月4号上午9点呢，全英国累计确诊28万多人啊，累计死亡39,900啊，这东西你说。快4万人失去生命，啊，所以应该说呢，这个当日还增加了1000多例，所以英国的这个防控防疫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艰巨的。最早英国呀，干脆就集体免疫，什么谁也不打疫苗啊，谁隔离谁是那个，大家就反正最后扛，看谁能扛过去，就跟大家一块挨饿10天啊，胖子一般最后都先过去。啊，反而瘦的人
能扛过来。这个你相信我啊，如果同时挨饿，一定是胖子先受不了，瘦的没事，瘦的消耗小啊。所以英国人呢，最开始呢想用这个群体免疫，说大家反正最后扛不住的都过去，后来剩下的就都能扛得住。就是这个英国人呢，包括美国人呢，这个欧洲人呢，他们有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像欧洲的骑士精神、美国牛仔文化啊，他都是这个，就是适者生存啊，适者生存的。就跟当年我举个例子，就是美国啊，农场主到非洲啊，就去买这个奴隶，他搓堆买啊，他够300，人说那300多少钱？给你20000美金啊，300个黑奴。然后300个就有点少，你再给我搭几个吧。好，再给你20啊，这样，然后呢就坐上船嘛，都是5等舱，妈的没有什么高级的船，其实就是舢板，咔咔咔，过大西洋奔美国去，这中间有得痢疾的，有得疟疾的啊，黑死病啊，和什么感冒发烧，最后反正就半船人没了，啊，有时半船的没了就往就别你没法在船里面。这个停尸啊，怎么办呢？这一看这过去了，一摸没有了，一摸脉，不行，1分钟才跳4下，这肯定不行，直接就扔水里了。等上了岸了，320人一点，报数，1、2、3、4、5、6、7、8、9、10、11、12、13，没，13个，13个可以，这13个的后代就是都在 NBA， 啪啪，为什么身体特别好，扛过来了。啊，凡是能扛过来的啊，最后呢都能够就上岸，上岸就是那就在美国基本上就立足了，就算立足了，是吧？这种理念就是大面积撒网，重点培养啊，有人谈恋爱，搞对象，搞15、16个，这重点有3个，1、2、3啊，剩下的他大差不差，是吧？就跟现在中国很多青训也是啊，对100多人，100多人这孩子10岁啊，100多人11剩70。啊，13剩20啊，不是剩50啊，15剩30啊，18剩20啊，剩下的中间就是黑奴啊，呱呱呱呱呱往外扔，扔社会人啊，扔社会人，你买哪儿是你买哪儿啊，爱买哪儿买哪儿嘛，就基本就这个思想。所以呢，当时这个欧洲人呢，他对这个隔离什么的，他极其反感啊，戴口罩不戴，隔离不愿意隔啊。爱怎么着怎么着，他们就觉得上帝会眷顾他们的啊！但是上帝说我顾不了那么多人啊，我要能顾了那么多人，那是真的，我也得求上帝去，是吧？最后英国人呢也妥协了啊，在这个严酷的事实面前啊，欧洲人也开始该戴口罩戴口罩啊，该隔离隔离啊，其实也就这样。但是他们呢抑制不住自己啊想要玩的心啊，一些英超的球迷现在很多得抑郁症了。说我这看了40多年英超了，我是30多年莱斯特城的老球迷，我现在看不见英超，不行，我受不了。他这跟毒品差不多啊，因为那波人呢，他有文化，明白吗？咱们这个说句老实话，你要中超说5年不开赛，没多少人急，谁急啊？除了球员急，是吧？球迷不急，爱踢不踢啊？就跟这朋友说的，爱管不管，是吧？就爱管不管。要聊聊汪强啊，汪强我已经聊过了，怎么还要聊呢？天天的都是。我怎么老让我聊人呢？能不能不要聊人，咱聊事儿行不行？啊，聊聊事儿行不行？啊，动不动就老让我聊人，就中国人这种爱打听的毛病，就在这个各种直播网站上体现的特别充分，就是四处就听，哎，张家长李家短，就爱听这个，啊，他对事儿没有探究，啊，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啊，这个观点，这个没有听，就听事儿，就听人啊。哎，你听说吗？老张他媳妇儿，我跟他们老李他一块弄了，完了咱们经理，你看呗，跟那个女秘书，你看咱们那个，哎，他俩就有点跑偏了，是全是。你看他们家的孩子怎么这么着了？他们家孩子就找一对象，完了是就去美国了，美国完了回来，完了就全是。哎，你知道吧？他们家又买一房子，哎呀，我这那房子可厉害了，那房子洗手间就6个啊，1万多平米的花园，啊，就全是这。啊，就天天就要这，就叫清正，啊，这种人呢，一点，实话说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就是天天打听别人的事儿的人，一辈子干不了什么事儿。你相信我，朋友们，天天打听别人事儿的人，一辈子就这命了，啊，
就这命了，好不了了，因为你的关注点都是错的。一会儿聊聊这个，聊聊这个，一会儿，哎呀，我聊聊这个，聊聊这个，你聊聊人家干的事儿行不行？好吧，聊聊事儿，好吧，聊聊事儿。那么呢，这个现在一涛啊，可以讲呢，就是准备六月十八，因为什么呢？法甲呀，法国人呢，其实是明白了，法国人说赛季取消不踢了，啊，法国因为当时确确实实啊，这个疫情非常严重，啊，法国人就决定，法国人浪漫，但是浪漫他也不能浪啊，是吧？就是算了，不踢了，啊，但是呢，英超啊也有一阵子呀，啊。敏感话题一律拉黑啊，一拉黑一片。对了，这就对了。我不在乎人多人少，对吧？你说你在乎你直播间里一半都是黑子，他们在与不在有什么用吗？就直接给干黑就完了。但是他们永远不会阴魂不散，他们还会围绕我的身边。你比如等你等过两天我跟韩端连线，他们都会去韩端的直播间开始骂我，这多有意思啊，是不是？这才叫有意思，对不对？哎，从来不下单，他们从来不买东西，因为什么？也买不起。真的，你想想，就这人，他能有什么生活呢？那日本买瓜子啊，等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给你带去，行吗？这朋友，开，我们的管理员跟这朋友联系一下，啊，这哥们儿在日本想吃我们的45度炸瓜子啊。他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朋友，生在福中不知福。你现在发一点这个，你就可以下单。可是日本朋友他下不了单，他就想吃，我们给他带过去，好不好？我们给他带过去，行不行？嗯，把这个什么高汉文给他干死啊！啊，对不起了啊，因为你这老让我聊那人，我没法聊，你这害我，我不聊。好吗？你愿意聊你聊去，你自己开直播间，你把你要聊那人的话你都贴在后边，行吧？你三鞠躬，你自己去聊去，你别在我这儿，我不聊这个，好不好？啊，活着不好吗？对不对？董总怎么看国青的事儿？怎么董总呢？你能不能你换一个董董？你说董总好吗？好吧。买的饼干到了，很好吃，是吧？嗯，好吧。有人说我眼镜在哪儿买的？在商店买的呗。你说我在哪儿买的？在厕所买吗？能买眼镜吗？是吧？25万个赞不够啊，不够，好吧。所以英国人呢，决定啊，这个要有一度啊，说不想踢了，英国也不想踢了，但是英国人投票啊，说英超是到底踢不踢？这个时候啊，这个英国啊，他这个职业联赛职业体系啊确实是非常的这个有传统啊，他这个商业模式啊完全都是就是已经业已形成，所以突然之间没有比赛，其实对英超的俱乐部冲击非常大。我曾经说过啊，为什么很多的低级别的英国的这个俱乐部就倒闭了呢？因为他们比赛是他们收入的来源，啊，我们也去国外，英国、德国、西班牙，他们有很多低级别的比赛，比方说四级啊、五级联赛啊，介于职业和半职业之间的，他们呢就是必须得有比赛，一年，比方说16个主场，啊，或19个主场，这几个主场对他们整个俱乐部的运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球迷来了之后呢。他会消费，他比方说啊，原来那件球衣有点破了，我到这儿来趁着主场比赛我买一件球衣啊，比方说50欧元，成本说实话15欧元，这俱乐部能赚不上啊，就特许商品啊，然后呢再买条围巾啊，再买个喇叭啊，然后呢再吃点三明治汉堡啊，炸鸡啊，喝点 beer 啤酒可乐是吧，雪碧，然后呢晚上没事再来个自助餐啊，完了再他这再买个门票，他这一波起钱不老少的。但是现在这好几个月没了，还有呢很多的职业俱乐部他还通过这个青训来挣钱。可是呢这一停摆，这青训三个月没练，人很多孩子人家钱
这把你交钱收不上来了，收不上来了。所以呢，他们越成熟，他受就是突然间一有病，就是特别健康的人，我告诉你，往往有时候一有病，他先过去了，反而一直病病殃殃的。我告诉你，他可能这么弹着走，一直弹到90多，明白吗？就是咔咔的，觉得特健康，又打球又干嘛的，觉得身体没事儿，特棒，是吧？完，棒一感冒，肺炎，完了，肺癌，完了，走了，所以就是他们欧洲的这个成熟的职业体系，反而一旦停摆就受不了。咱们这儿呢，本身也就伪职业，无所谓，都是老板出钱，天天往里边砸，一年十几个亿、20个亿，所以呢，有没有疫情，其实影响不是太大，不是太大。就咱这门票能卖多少钱？对吧？咱那个球衣能卖几件啊？每个主场说白了10件8件的，为什么？谁买正版球衣啊？对不对？所以咱们这儿呢，没有真正的文化。董老师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找不到女朋友，你先弄个充气的呗，你先顶一顶呗。你说顶过去了，你也就踏实了，有和没有就没什么区别了，好不好？你说你找不着怎么办？你问我，我问谁去？我问谁去？你找到你踏实干活呗。你多挣点钱就找着了，明白了吗？你老天天的，你没事你老在这儿糗着，完了动不动再问一个，我聊聊王楚，我聊聊侯耀华，那你能找着吗？你根本找不着，是吧？所以你这个问题问的，我能同情你，我能理解你，但是我也帮不了你，我怎么帮你呢？对吧？我怎么帮你？你就多干点事儿啊，多提高一下自己啊，思想啊，境界呀，是吧？你买一双361度的鞋。你穿上，没有鞋穷半截，明白吗？你穿一个这个我们联名款的361度的这鞋，你再出去你试试，看能不能找着女朋友，你再试一下行不行？啊，我觉得可以，好不好？将来董哥怎么减肥？我这些问题我要能答我还坐这儿吗？对吧？前两天有人问我怎么治痔疮，我给支了个招。后来有人说董哥，我这皮夹克泡水了怎么办？大哥，你把我这当成什么了？我这个。啊，你真把我当百事通啊？啊，我专业是痔疮，你非得问我夹克泡水了怎么办？啊，我怎么弄啊？啊，好不好？对呀，啊，你说我这懂呼，人家知乎懂呼是吧？啊，我要打个呼噜啊，这边这个。小 P 这观众多少啊？给我显示38人。如果是38人，咱还有聊的必要吗？啊，这怎么弹幕都不动啊？啊，这边给我一个皮球是吧？嗯，这瓜子能便宜点吗？大哥呀，都什么情况下还便宜呀？我们一袋瓜子就挣1块钱，我都不想卖了。你告诉我还便宜，但我也不能赔着卖呀。啊？啊，所以呢，就是他们外国人呢，没有足球真的受不了。他们的生活啊，就比方说，如果是一个喜欢足球的人。他不仅仅是他喜欢，他爸爸、他爷爷都是这队的球迷。你甭管这队是不是英超，是不是什么什么5级联赛、4级联赛的、地区联赛的，他们就真喜欢。他们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知道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咱们这属于呢，大多数情况下是凑热闹、发泄去或者干嘛的。他们那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就一到周末，就跟咱们比方周末咱们带孩子出去玩去是一样的，他们就奔球场。奔球场这下午一晚上就浇在那儿了，2点多就去了，碰上几个老哥啊，一块儿喝点啤酒聊会儿，然后一会儿买票，等开赛了买个球衣，完了进去，呜哇喊一个小时，2小时，完事再出来后再喝点，再一聊是吧？一聊，他就是一个生活，啊，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这种生活方式就跟韩国人吃泡菜，你不让他吃不行啊。就山东人吃葱，你说咱这3个月咱不吃葱了，吃葱了，那能受得了吗？那肯定受不了啊。说四川人爱吃辣，说别这几个月咱们别吃辣了，咱们那这都是黄桃买不着了啊！说不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啊，就是生活方式。
你看那外国人呐、德国人呐、什么西班牙人呐，你看你一到国外，你就会发现，甭管什么时候，总有人弄个耳机，啊，穿咔咔的小棒球棒在路上跑，跑，永远在那跑，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啊，年轻人就跑，啪啪啪跑，身材都特棒，啪啪啪啪跑跑，还有一波老人就开始剪草，咔咔，就在那修园子，修园子一天，礼拜六礼拜天都在那修园子。你说你修是差不多得了呗？不行，你修一遍一遍，两一遍也没修。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改不了了。这是一个习惯 ，get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来，跟我一起读 ，get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来来，预备起 ，get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OK， 哎 ，get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They have got habit of running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You know? You know? Yes. 啊，是吧？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现在我一到下午一到中午过去完了吃完午饭休息休息，我就突然间我就得开车走了啊，去基地啊，然后两点多钟到啊，三点多钟到，然后等着孩子们啊五六点钟来，来了之后啪啪讲课啊，先看录像。讲完之后把一块去训练，训完练完了月亮一点点升起来，半个月亮爬上来，有时候也是整的啊，整爬上来，然后那边山上家长们咔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都是飞行军，哪怕的山高水又深，那家长看山上往下看啊，那天那个吴王的爸爸专门拿摄像机在山上拍了我们的训练比赛。我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啊，今天我也发，啊，很多的这个比赛的画面，反而在山上看的最清楚。我们这平视角不行，啊，这当然这题外话，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每天来回80多公里，啊，80多公里啊，每天，啊，每天进家门不是8点半，就是8:20，啊，然后吃完饭就又上来直播。啊，就上来直播，啊，实际上还是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OK， 一种生活 ，get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 来 ，get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of course， 啊，董哥你适合穿黑字，好，哎，你说我代言个服装怎么样？其实我告诉你啊，你看服装一定不能看模特怎么穿，我告诉你，你就得看像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如果能穿出精神来，你比我身材也好，你比我年轻，你肯定穿得更精神，明白了吗？你老跟模特比，说吴亦凡怎么穿，你怎么穿？什么张靓颖怎么不是张靓颖？张伯晨不是张一驰，就不就是张，完了他怎么穿？你怎么穿？不行，明白了吗？你得就看我怎么穿，我要穿着，哎，特舒服。哎，特有感觉，那你不仅你能穿，你爸爸也能穿，啊，你爸爸也能穿，好吧，哎，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呢，这个当时说英超不踢的时候，利物浦球迷好像有好多就是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了，啊，利物浦球迷说活着没有意思了，他说因为我们就为了等利物浦夺冠，已经等了30年了，那么今年如果我们还不能夺冠，那么我再一算，我30年以后我不行了，我肯定不行。啊，那个就是我说那球迷啊，我肯定行，啊，他说球迷可能不行，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利物浦的球迷呢就准备啊就是上街呢就准备说告诉英超必须踢，啊，说是不行，这场比赛必须就是这场战斗必须得打，说不行了，我投降算输一半，不行，必须给我打，啊，必须打，必须踢，啊。就打麻将说算了，我不打，我认输了，行不行？不行，必须打啊！因为不打的话呢，他就这个，他受不了啊！因为你想啊，89、90年，这英超夺冠，你想想，打个历史了，那时候好多的英国球迷、利物浦球迷是吧？记忆犹新。可是呢，这30年谁知道呢？像利物浦这么大俱乐部，30年没夺冠啊！30年没夺冠，中足小将3年得了2多个冠军，这怎么比？这没法比。
是吧？所以呢，他们决定了就必须得踢，啊，必须得踢，啊，当然当时呢，也都是那个有很多的这个说法，不同的说法啊，那么，这个最终呢，利物浦的球迷一听说这个英超还能恢复，啊，那真的喜极而泣，啊，喜极而泣啊，因为英超呢，它这个商业化呢，已经是世界上就是最完备的。那么，而且英国的这种足球的文化也是最深远深厚的，毕竟它是现代足球啊，这个发源地现代足球啊，古代足球是咱们，蹴鞠是咱们，但蹴鞠呢是隔着一个大就是广告布啊，中间挖一洞啊，他往里面踢啊，高球啊什么的一块咔咔踢啊，后来英国人呢发明的。从这个，踢着踢着呢，完了就高兴啊！那个是最早的足球啊，是两个村儿一块踢，说你们村儿出多少人？350，你们呢？360，差不多一块踢吧。两个村儿啊，隔两公里多，啊，就两公里多啊，700-800口的人抢一球，啊，经常是踢着踢着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因为有的就掉沟里去了，有的给踩的差不多就快断气了。说这一场球有时候踢大半天，从早上10点多踢到晚上6点多，0-0，为什么呢？太远了，这谁受得了啊？是吧？而且刮风下雨的，完了乱七八糟，所以这最开始呢，这球啊踢着呢，还是挺费劲的啊，路易斯费劲，啊，路易斯费劲的，那么英国呢决定呢要恢复这个英超啊，所以呢，目前来看呢，利物浦82分啊，曼城的57分。也就是说，理论上啊，就是如果这曼城啊，这个恢复了比赛对阿森纳这场球，如果输了，那么利物浦再赢一场，就提前夺冠了，啊，所以82分的利物浦和冠军，说白了啊，就差这个，就差就一张纸的距离了。说那一年呢，利物浦呢本来就能夺冠了，但是杰拉德一下倒了，摔倒了，是吗？现在我告诉你，利物浦的无论是，这个亨德森呐、啊，维纳尔杜姆啊，还是说是什么萨拉赫呀，还是这个马内呀，菲尔米诺呀，范戴克呀，他们说再摔倒没事，咱集体摔倒都没事啊，因为领先优势啊，太大了啊，领先优势太大了啊，这个赛季利物浦确确实实给人感觉在联赛当中啊，是所向披靡啊，无可阻，所向披靡。第二名呢是57分的曼城啊，要说瓜迪奥拉呀，咱们说第二名听着挺好听，但是你跟利物浦差这么大分数，瓜迪奥拉也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赛季啊，失败的赛季啊。虽然说你这可能也不会影响什么这个什么欧冠的名额呀，听着第二名也不错啊，但是。那你差距太大了，真的差距太大。第三名莱斯特城，谁也没想到莱斯特城啊又重新冲到了这个英超的这个前列。那年莱斯特城夺冠被认为啊是怎么着黑马奋蹄啊，这就是百年不遇吧啊，要不然就根本不可能啊，这个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莱斯特城这个赛季弄得相当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然后就切尔西，兰帕德的切尔西，啊，一个崭新的切尔西，啊，虽然说受到金智引援的这种影响，但是兰帕德在年轻队员的挖掘、培养和使用这方面，确确实实，展示了自己这少帅的风采，啊，切尔西有的比赛打得相当漂亮，相当漂亮啊。然后就是曼联啊，这个曼联呢，应该说呢也是。要处在一个，怎么着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博格巴就是曼联的一个晴雨表啊，就是博格巴这样的队员啊，在曼联的这种作用的起起落落啊，这种地位的起起落落啊，这种舆论的这个纷繁复杂，也印证着曼联呢，他没有真正的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曾经。那种辉煌之路啊，
包括他的战术风格，包括他的球员的选拔啊，包括他恢复到自己的那种王者之气，在这方面呢，显然呢，得需要有一个过程，得需要有一个过程。等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队里边人很多的这个球员呢，都踢得非常顺了，哎，那么这个队伍一定顺的。啊，如果你说动不动一会儿这么好的球员踢不出来，或者是这个球员，就想留又想走啊，不稳定，那这个队你想怎么可能好呢？那肯定是不可能好伊哈洛呢，这个上申花球迷，我觉得不用等了啊，我估计他不可能回来了啊，伊哈洛啊，不可能回来了。中国人呢，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在意这个人情。就是你作为伊哈洛是吧？你外援，然后你呢说想追求一下自己的梦想，中国人不会死乞白赖的弄过你，因为中国人也都明白，对吧？知人知面不知心。另外一个，那留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没有用，一点用没有啊！所以要走就走吧，真的走吧，好吧？然后就是曼联，然后就狼。这狼现在能借跻身前六，这个狼啊，确确实实呢，这个风格比较鲜明。啊，他中国人老板做的这个球队啊，他这个中国人也明白，就是要想干点事儿啊，必须得想点捷径，得想点捷径啊。其实他弄明白一件事，球是人踢的，什么人踢什么球。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球员，球员归谁呢？归经纪人。那谁是最牛的经纪人呢？门德斯。这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门德斯给吃了，明白了吗？就是狼的这个背后的公司啊，他就是跟门德斯一块做买卖，相当于给门德斯啊弄伺候的舒舒服服。门德斯那手下那门徒3000呐，那家伙夸夸夸给你把这队员给你一配。虽然说欧洲啊，他有这个禁令，就是不能啊，一个经纪人呢，他不能一个经纪人搞，就是把你的球员全都给塞到球队里边，这不行。但是呢，总有办法啊，总有办法。董老师说说建议吧。哎，建业其实我一直挺关注的，就是曾经啊，建业也是不错啊。虽然说呢，这个头啊不高，但是呢，踢球的还挺聪明的。但是在这个江苏苏宁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就是地位逐步就下降了。啊，所以说留下来呢，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啊。所以呢，祝福建业啊，祝福建业啊。对这个，现在到哪儿去了？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好吧，也谢谢啊。他建业，我觉得他是换了一个活法，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啊。所以就聊的这建业啊，就聊了，好吧？那么保级区的哈。啊，然后就谢菲尔德联、热刺和阿森纳。现在呢，这个热刺啊41分，距离第四名啊切尔西48，这七分的差距其实蛮大的。啊，穆里尼奥刚来的时候确实啊，让这个热刺啊也是这个正经热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呢，发现呢有点问题啊，这凯恩伤了，然后孙兴慜又伤了，然后最后弄吧，好像就没人了啊。穆里尼奥天天呢，做怨妇状，就老说自己没人，啊，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攻防的体系呢，打造起来呢，还是不是很鲜明啊？就到底是防守反击，还是你要是什么什么什么传控，是吧？弄不清楚了。其实穆里尼奥啊，这些年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他其实最熟悉的是一种方式，但是呢，客观上他又认为这种方式又比较 low。他总想换一个活法，最后往往呢，这个天不遂人愿，啊，反而呢让自己落得一四不像，好吧？然后我们也期待着英超啊，当时回头在 PP 体育直播嘛，啊，据说呢 PP 体育会安排我来解说英超啊，但是肯定不是说特别好的比赛，但也行啊，我这个人呢我不挑啊，因为对于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是有一场比赛。而不是谁对谁，因为再不好看那场比赛，正因为有我，他才能起死复生。啊，这就是一个解说员的这个最大的价值。
一场伟大的比赛，说实话，并跟解说员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一场丑陋的比赛，比如说那年的皇马对大巴黎，非常丑陋，非常丑陋啊！要不然怎么我能睡着呢？对吧？所以我用我的这个真实的反应，就是这比赛太无聊了，71分钟我睡着了，82分钟我醒了，啊，时间都他妈去哪儿了？啊！我向全世界宣告，这样的比赛出现在欧冠赛场上，是对足球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侮辱，啊！所以最后我就睡着了，啊，就是这只能呢，就是我的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啊，好吧？啊，至于谁降级我也不关心啊。瓦尔迪19球，瓦尔迪还记得那个瓦尔迪吗？还记得那瓦尔迪吗？人们以为这个低级别的联赛出来的球员也就是一昙花一现，像那年世界杯的斯基拉奇似的，但是没想到瓦尔迪这赛季卷土重来啊。然后就是奥巴梅扬，虽然阿森纳成绩啊名落孙山，但是奥巴梅扬凭借他的速度啊，依然17球啊，在射手榜上第二位啊。然后才是阿奎罗，才是阿奎罗啊，阿奎罗，然后是萨拉赫。利物浦呢排名啊非常高，但是利物浦在射手榜上第一名是萨拉赫，然后马内，他就是他攻击点比较多，他攻击点比较多，包括俩边后卫都经常能进球，所以他应该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所以说啊，这个有碉堡啊，炮楼啊，然后又有这个无人机啊，又有这核潜艇啊，坦克啊，他的攻击方式比较多，比较立体啊，这东西有时候会让对手防不胜防。助攻榜上第一名呢德布劳内，第二名利物浦的阿诺德啊，然后才是马赫雷斯啊。我们也一起吧，一起等待着这个英超的开赛，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我解说的一场比赛，好吧？你要想真正的了解足球，你要想真正的看懂足球，你要想真正的体会足球给人们带来的快乐，那我想选择我的解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决定。万哥又来看董哥了，什么万哥呀？哪个万哥呀？聊聊梅西是吧？No， 啊，我去怎么解说比赛，怎么去卖瓜子？是这样哈，朋友们，因为呢，这个我直播已经四年了，我是一个老直播队员，啊，所以呢，既然呢，这个直播呢，现在大家也都很热衷啊，那么接下来是这样哈，有的比赛我是不是让我去解说，那我就没法发车，对不对？但是呢，我相信啊，很多特别好的比赛不会让我解说，啊，不会让我解说，啊，因为老有投诉的。比方我一解说，比方说这个利物浦对曼联、曼城啊，然后如果万一是我解说，他们就会投诉，他们投诉啊，我这一辈子竟挨投诉了。他们说这人不懂球，这人那个名字球员名字都记不住啊，他不行，但是他好多投诉的，但他们就是。他们也不懂球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解说。解说有一个解字，对不对？我是解，我不是说。你说有什么意思呢？解有意思。明白吗？解有意思。说没什么意思。所以层次不一样。你看那个越挑解说员的人，其实就是这那个的啊，就是好啊，其实狗屁啊，狗屁，他们根本看一辈子球也看不懂足球，他就觉得啊挺好啊，谁这进来啊，这赢了，这赌赌球下球，所以这没用，好吧，好吧，行吧，可以吧，还行，好，那我们连线一下我的同事啊，他应该是在开着中国足球小将，咱们介绍一下，准备抽奖了啊。但这儿没有啊，咱说好了啊，这儿可能没有，因为这个都上商品了，这边没上商品，没上商品，好吧，咱们连线一下我的同事王真，哎，没有啊，没关注吗？不是在中国足球小将吗？
拜我为师，不用，我不搞那个什么这那个的，我就收几个干儿子就完了，徒弟我就不要了，徒弟没用，一点用没有，最后全都给把师傅给卖了。不是，我就什么，这咱们连不连呀？抽奖没抽呢，没抽呢，没抽呢啊！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我呀，我虽然说呢，就是我创办了中国足球小将，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啊，就是我呀没看过足球小将这漫画，因为我这个年龄呢，肯定是不属于。啊，这儿呢啊，连线了啊。哎，这我同事啊。好，你好。各位车友好，哎，你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乐播的王真，然后负责商业合作这块对接，然后负责一些赛事的策划执行。啊。哎，你能把那个镜像一下吗？你那"刚"字反了，衣服穿反了。哎，对，好。我们这次呢和这个361度啊一块儿来联合推出了这几款这个这个非常具有怀旧意义的鞋是吧？对，这个是就是很多70后、80后、90后的一些这个球迷心中的一个回忆，就是童年的回忆，喜欢上足球的一个启蒙，叫足球小子的球鞋。然后我们有很多，它有很多的叫法，或者叫队长小易，或者足球小将啊，大家都会叫。然后它是和这个漫画做了一个联名，然后生产了一批鞋子。然后，那董老师我就依次介绍吧。好，那我来依次介绍。首先呢，介绍一款现在其实夏天嘛，大家喜欢穿的轻便一些，就比较喜欢穿一些这个板鞋。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好吧？然可以。后板鞋呢是分两款，一款是这个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会有很多的透气孔，然后这一款穿起来非常凉快，然后这款也非常轻便。然后它的设计呢分了三种，一种是就是，看过《足球小子》这个漫画的人应该都知道，里头有一款叫正纯款，就是三山纯，它是武藏队的这个王牌代表嘛，然后紫色的一款，然后还有一款是松仁，也就是日向小次郎，好吧，这力量代表黑色，好吧，还有一款是这个大空翼款那款白色的在董老师那儿。好吧，然后大家可以去直接通过董老师这个直播的链接去购买然后我们这回和361要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力度，这个优惠力度比他618的活动还要便宜20来块钱，好吧。然后提醒咱们球迷车友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在那个淘宝的详情页往下拉，一拉就可以看到一个领券的位置，好吧。一拉就可以看到一个领券的位置，然后那个我在电脑上给你演示一下这个领券的位置在哪，大家可以看一下，稍等一下。就是可以领券是吧？领70块钱券是吧？对对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领券的位置，稍等，我给大家找到。这是我们点击购买的一个流程，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吧？稍等一下，我这儿调一下摄像头。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抖音或者一直播上购买，第一个点开的页面是这块，这个页面，然后点击那个券后219，然后再进入这个页面，直接点击立即领券，然后会进入一个淘宝的页面。然后淘宝的页面你往下拉就会找到这个领券，然后点击这个领券的位置，我让车友的应该可以看到，好吧？点击领券就会进入到一个领券的页面，然后领取这个70%的券面，好吧？70%的这个界面，然后这个就可以去购买了，点击立即领取。然后购买的话，现场会便宜70块钱，在259的情况下再便宜70块钱，就是289块钱。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请大家就是支持一波吧，然后支持一波，因为其实361的，其实我有新的车友啊，其实他几天前已经发现了，就是董老师的直播中已经挂上了361的这些鞋的这个链接，很多车友都在猜测啊，是不是361度赞助我们了，对吧？其实并不是说赞助我们今年的装备，现阶段呢也是说，就疫情期间我们可能做一些直播上的一些合作，然后对，然后361之间做一些这样的互动，然后其实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合作在，然后也希望更球迷们能对361这个品牌联名的这些球鞋做一些支持，好吧，大概是这样的，董老师。很好啊，实话说呢，这个我们也这是一种尝试吧。我们希望呢能够跟更多的品牌呢能够推出更多的优惠，最终呢还是得让大家物有所值或者物超所值，好吧。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可以，就是我不知道，我想其实给大家去带回一些这些对这个足球小子这款漫画的一些回忆，对吧？然后其实这几款鞋里呢给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款鞋，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大家然后这上面写了一个男子，然后上面有这些很多这种日文的字，这双鞋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这双鞋的设计理念是当时就是大王和这个大公益两个黄金搭档，在夺得全国冠军之后，大王因为要跟父亲游学，然后就分别了。然后当时很多这种队友呢，就送了大王一款一个那个足球，上面有很多签名。那这款鞋的这个设计就是这样，它从外观上非常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它有很多的情感在，对吧？就是我想我看过足球小子这些，就很多球迷其实都看过，很多球迷都是因为足球小子喜欢上足球，我想看到这款球鞋他一定心中会有自己的感触，对吧？然后然后说实在话，价格方面非常便宜啊，这个鞋的话拿189到手，189元到手。然后这个鞋子其实融入了很多设计方面的东西，还有这个材质方面的对，有人问有没有孩子穿的，还是成人鞋吧？目前这个阶段这个鞋是都是一个成人阶段鞋，小尺码，这个是一个39的尺码，对，39的尺码，这个偏向于一些成人男士吧多一点。然后女性车友呢，你看到就是只要您的丈夫如果喜欢足球，您买一双这样的球鞋送给他，他一定会对这双鞋爱不释手。就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在喜欢足球这些人，他们肯定看过这款漫画，对这款漫画一定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独特的这个情怀在。对。我看有球迷让我说展示一下足球鞋。然后足球鞋的话就是一款训练鞋，然后它也是分两款。前段时间董老师在任意球的视频里穿到的是一双日向小子，就是松仁的球鞋，那力量的表现黑色。还不错。这个是大公益十号南葛。然后大公益款，它这儿有一个大公益的画像。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其实穿上这个鞋呢，怎么说呢，董老师当时表现展示了一把他的这个任意球技巧，让我第一个想起就是松仁的猛虎式射门，对吧？然后这款大工艺的鞋呢，你穿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哎，我突然是不是会倒挂金钩啊，是不是会这个曲线射门了，对吧？这款训练鞋质量非常好，然后穿在脚上的一个我也踢球，穿在脚上一个感觉特别包脚裹脚啊，然后特别适合技术型的这个球员去穿，然后它也是一个宽脚的一个设计，宽脚的一个设计，
较符合中国人咱们的脚型，对吧？就是其实对大家穿起来都非常好。这个鞋的话，直播价618的这个活动价是200铢，然后咱们直播间到手价是180，然后同样都是在那个淘宝页面可以进行领券，然后领券进行购买，然后请大家别忘了转，好吧？好，这个就。要不走一波抽奖吧，董老师。行，你截图吧。大家打打什么字呢？这个您方便截图吗？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是你这儿的啊，小亮里边，那我截。好。对。大家打一波。那个、这一次截图，然后就是第一名，前三名吧，前三名会获得这款球鞋的这款板鞋，好吧，这款板鞋，然后我们之后我会私信您，然后要一些这个联系地址，然后和这个鞋的型号，好吧？那董老师您来接，咱们这么，咱们打361足球小将，啊，361足球小将，然后呢，我截三次，每次从上往下数。第一个写对这几个字的朋友好吗？361足球小将，别着急啊，咱们361足球小将，咱们搜一下这个足球小将的这个片头曲还片尾曲啊。啊，你能搜吗？片头曲吧，对，飘屏不算，而且这个小一你先别着急，我先截这儿好吗？不行，你那麦克风不行。这片尾曲，行了，开始截吧。截吧。啊，我喊一。啊。嗯。好了啊。你截一下还是你截？班尼到哪儿截呀？我截吧。好好好。啊，就是。现在小斗上啊，我连截三张，啊，我就截一张吧，就是从上面往下数，我截一张，对，然后前三位朋友获得这双板鞋啊，来闭眼睛啊，一二三，好，截完了啊，我看一眼啊。倪广哥 ,STING, 和关关啊 ,STING, 啊，已经结束了啊，三位朋友啊，三位朋友，第一位是倪广哥，这真是
这真是一种这个缘分啊！你广哥熟人，熟人呢。然后第二位呢是 STING， 第三位叫关关。有人打成361足球小姐了啊！嗯，太狠了，嗯。你看，你早跟361说说，多拿点鞋来。那个，您那应该是有三双鞋。不是我有没有三双鞋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着这行。可以了，这边停了，这边停了吧。嗯，那我先下线，董老师。对，然后就这三位朋友，到时候你联系一下。你发我一下截图。好。好。嗯。好，那个各位车友再见。好，谢谢。各位车友再见。谢谢。好。感谢大家。嗯。再见，董老师。再见，董老师。嗯。你看没有啊，这人吧就是这样，这人呢他没抽着呢，他就会说作弊有问题，你怎么熟人你熟人你都给抽出来了，那你说这你说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比方说他有的吧，他孩子说来考清华附中，没考上不行，这有问题，真逗啊，怎么这么逗呢，那什么叫没有问题呢，只有抽着你的叫没问题是吗，啊，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好吗，命运的安排，嗯，好吧，这个该完了就是小一的朋友这边抽一下好吧，因为小斗已经抽了。三个人，第一是你广哥，第二位是 STING， 刚才他已经感谢我了，第三位呢叫关关啊，关门的关，关关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吧，这边小一的朋友啊，你看这边不老少人，他都奔小一去了，你看刚才少了好200多人，是吧？那回来喽，咱们还是在小斗抽啊，嗯，别，还是小一吧，好吧，来吧，小一的朋友啊，咱们这个361足球小将，好吧，飘屏不算，班尼，你别飘屏啊，是一种炫富的行为啊，我非常反感啊，王本涛，飘屏不算，好吧。就是正常发的，好吧。好吧，来了啊，最后一个音符停，最后一个音符一停，咱们就抽啊。2月10号由巨人网络阿里体育联合主办。你大爷！吓我一跳，嗯，好吧，这么着，27个人在剁手，189，我说实话啊，189一双板鞋，穿一夏天值不值？平均一天多少钱？啊，2块钱，啊？大家赶紧到这个购物袋里去看一看，好不好？比618的活动价还便宜，你相信吗？啊，比
这怎么没完没了了？已经抽完了，不要再打361足球小将了。这是在缓释放是吗？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还打？好，这边停啊，来，我准备开始啊，一，我拍吧，好吗？我拍，这样的话咱们就更公平。啊，那个我截图了啊，来啊，来啊，我看啊，我唱一首歌，看着啊，好，我唱两句成都啊。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来，好了，好，看着啊，第一位叫北上北上1978，第二位叫高，我这字还不认识，糗了。这哥们姓高，但是这字儿啊是草字头底下加一个，好像是舆论的舆。那字儿念什么呀？我真不认识。大家看看这字念什么呀？这字念什么？高什么？反正就姓高吧。第三位，第三位还没有。再来一遍啊，再有一个啊，最后边那个啊，不是高兴吗？来啊，这还有刚才这两位啊，刚才只有两位，一位叫北上北上1978，一位叫高某啊，高某啊，第再抽位啊，准备啊，361足球小将啊，我数十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开，好。第三位朋友叫做叮当猫，叮当猫，叮当猫啊，叮当猫，明白了吗？叮当猫，你看这边朋友，你看这边，啊？你说这边朋友还在这写，还在这打，啊？还在这打呀？都已经说没了，还在这打，好吧？大家赶紧！我天哪，这不老少人，那、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热烈的留言啊，从来没有看到这么热烈的留言。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回来咱们聊聊国青这事儿，好吧？好吧，聊聊国青。来听一首歌啊，曾经的你，休息休息啊。爱情风格
叫你渴望永远的分离，怎要我平均人生这个因为这个品牌方啊说得让我拿着鞋，说这才能卖出去啊，我就下去拿鞋去了。怎么样，可以吗？啊，189啊，这是那双板鞋，这是那个休闲鞋，好，赶紧下单吧，189，还等什么呢？比618都便宜，你要再等的话，在那等什么呢？
啊，手感很好啊。抽筋了，哦，我说怎么穿不进去呢？里边还有一团纸，啊，可以赊账吗？小白鞋啊，不买也可以去看看，了解了解，好啊，嗯，这整的还挺洋的，这双鞋就相对的要，就是厚实，这鞋底要厚一点，好啊，这可以。打折70元欧，优惠券怎么领啊？我这不刚才跟你们说了吗？怎么领了吗？啊？他不可能骗人，哎呀，不可能骗人。那双足球鞋我试了，啊，就那天我打出那脚任意球。啊，就遭到徐亮表扬了。那个就是我穿的那个361的那个足球训练鞋，我打进去的啊。70块优惠券在下边，你往下拉，好吧？很舒服啊，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舒服。来，那个品牌方可以留点素材，来，预备起。可以吗？真的很舒服，我不骗你们啊，很舒服啊，足球小将啊，我这两双我拍卖，有人出钱吗？起价189，有没有？这有一个比较孙子的人啊，这叫阮在方，对不起了啊。因为你在这一直在刷屏啊，我只能给你拉黑了，好吧？我没有脚气啊，我脚非常健康，我就是平扁足啊，扁平足。我扁平足呢，相当于呢，我也试了，就扁平足穿这个也舒服啊。有人出到5万，是吗？你出5万，我给你打5折，好吧？扁平足跑不快，兄弟。很多人的习惯认识其实是错误的。我告诉你，在运动员当中，很多是扁平足，很多是扁平足。你老认为说运动员说扁平足跑得不快，其实错了。我告诉你，很多短跑运动员是扁平足，
很多的短跑运动员是扁平足。虽然说扁平足可能长时间走路，它可能会有点酸啊，但是对于短距离冲刺，扁平足其实有的时候比这个有足弓的人反而跑得更快。但是对，扁平足不能当兵，这倒是。所以呢，我是免兵役的，是免兵役的啊。这扁平足太难看是吧？这个不是说姚明还是扁平足，对，好吧？有很多人说扁平足跑不快，错了，扁平足反而扒地抓地的那个感觉。我百米是1秒78，但是我呢，高考体检的时候，我把脚一伸出来，他说你这3度扁平足，是吧？扁平足啊，我没有足弓，我没有足弓啊。但是我跑得快。有人说今晚带货了就不听了，你爱听不听，好吧？我1000多趟车，我带了多少货？完了，你告诉我来一会儿今晚带货不听了，你爱听不听？好吧？好啊，接下来咱们这带货就结束了啊。刘翔也是扁平足，你看没有？所以很多人是为什么说你有时候就是很多的习惯认识。好吧，我这还不算特别平，那还什么算平啊？平底锅呀，啊？李小龙也是扁平足，是吧？扁平足可能长跑不行，有可能，啊。来，咱们是扁平足的打个六，咱们回头拉个群，扁平群。好吗？全国扁平群。你看这多少残疾人，不是多少这个身残志坚，不是多少这个扁平足。咱们开个群行不行？咱们一块弄个群行不行？好吗？扁平一群，扁平二群。好啊，好，今天呢，咱们呢聊下一个话题，关于这个国青啊，6个队员啊，这个违反防控防疫规定啊，和这个国青队的管理外出啊，东窗事发，最后呢被足协处以重罚。咱们先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国青啊这次在上海的集训，那么差不多2周，到了一个周末，这个周末呢晚上呢，就是领队啊管理啊查房啊，一看人全在，所以呢这就算应该是进入梦乡。没想到呢，这6个队员呢悄悄的出装，打枪的不要走了，出去喝酒去了，结果被抓一现行。这6个队员呢，一般来讲啊，我告诉你，不是只要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就一定有人领头。领头的叫陶强龙。陶强龙大家都是中国球迷啊，应该讲的都相对来讲听说过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年少成名。2001年出生的。最早啊好像是在北京国安青训，后来呢给干到华幸福去了。啊，他是被认为呢非常非常具有天赋的
一个球员，速度快啊，突破能力强，他恨不得17岁就打19 18恨不得打 U23， 就一直是跨级打，终于轮到了0102这些国青了，他一下混成什么了呢？老大了。以前呢他比别人都小2-3岁，他当不了老大，他也没法组织。正好哎，这一届这国青他适龄了之后呢，王世龄，怎么叫王世龄了，我怎么说成王世龄了，我原来交通台的一个同事王世龄啊，适龄了，所以他就组织那哥五个，那哥五个到现在为止我也记不住他名字，因为说实话呢也记住也没有用啊，就陶翔龙能记住。陶翔龙2018年啊，有人说改了三岁啊，那我不知道啊，2018年被评为世界60大青年天才球员。那么他呢应该说呢是作为这个程耀东麾下的一员干将，他上届国青他就在，所以呢作为主教练程耀东呢，那自然呢也会比较的这个看重陶翔龙在这支队伍当中的作用，因为他资格最老，他比赛经验最丰富啊。程耀东程指导呢我是有过接触的，我认为呢程耀东程指导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教练，相对来讲呢也比较温和啊，比较人性化，但是也是很强调啊一个队伍的这个团队精神，也强调着作为球员这种自律。但是就像欧洲的很多的职业俱乐部，那管理的比中国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字号球队不知道严格多少倍，也仍然会经常有类似违背球队规定啊，私自外出夜不归宿饮酒泡吧这样的事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管理不是万能的，管理不是万能的，就是说有法律，杀人偿命，但是还有杀人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一支球队需要严格的管理，需要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说你这个球队会不会出现某一些违纪违规的事件，恐怕更多的还要就是体现在你这个球员是不是自律。其实中国的球队从恨不得从高峰郝海东他们那波一直到后来李铁他们那波啊，再到后边什么赵旭日他们那波徐亮他们这波再往后啊，可以讲呢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屡见不鲜，因为规定呢都是在那里的，处罚也都是在那里的，但是总有人要去以身试法啊，所以泡吧也好开房也好这样的事情，不仅是在说各级国字号有，不仅是在俱乐部有，不仅是在中国有，在国外也有。为什么呢？这个本身呢也是啊这个特殊的一种啊这个集训方式。
十八九、十九二十这些小伙子，一个礼拜还凑合，说不喝酒、不泡吧、不玩，俩礼拜基本上到极限了。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守得住了。所以陶强龙他们可能是太寂寞了，练了俩礼拜啊，也趁着呢说这个查完房了就颠了。我给大家讲一讲，早年间在海埂一集训集训一个半月，曾经有一个原八一队的队员，他呢是藏在出租车的后备箱里，要夜闯海港啊，要夜出海港。就是他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进来了。进来了之后呢，熄了灯了，他一溜出去了，上了出租车，把自己关在后备箱里了。然后呢要出去。没想到呢被火眼金睛的这边断了啊，这边已经断了啊，就是当时呢是被这个火眼金睛的这个叫常万成啊，常万成啊，他当时呢是这个海埂的那个管理大队啊，管理大队的大队长给他给擒获了。早年间在海埂啊，经常有这个队员呢也是夜里边出去干嘛去呢，说就是去打游戏，就到游戏厅啊去拍的，啪啪啪拍啊，拍啊，这我又是被举报了。您的直播内容敏感已被中断，禁播十分钟。嗯啊，这禁播十分钟算了，我也不开了。我就在这儿聊吧。嗯，然后呢这使得呢这些球员呢往往呢是只要集训时间一长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个人觉得一个球员最终你能走多远，恐怕跟你这自律性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陶强龙可以讲啊，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呢业已成名，而且转会是吧，无论是从国安这青训转到华夏幸福青训，还是说是从华夏幸福又转到大连人，这应该都是他价值的体现。所以他的这个收入应该说是在同年龄的球员当中应该说是相当高的。那么再加上凭借自己有点才华，是不是也有点飘了呢？啊，是不是有点飘了呢？早年间呢，这是在就是北方吧某一个俱乐部，那我相对了解。那个时候有看门老大爷，看门老大爷呢就盯着这个半夜队员不能出去，但是呢有的队员还是出去了。怎么着呢，从二楼啊顺根绳子啊，汤姆克鲁斯了，直接从绳子顺下去，哎，顺下去之后出去玩，喝了大概凌晨五六点钟，再顺着绳子再爬上来，身体好啊。早上起来九点钟训练，一身酒气啊，还必须得穿一防雨绸，告诉说散，把这汗把这酒给蒸出去。那家伙在队里边这一跑啊，这个队里边这一跑啊，直接呢就整个训练场全都是酒气，全都是酒气。没有什么情况，就可能我刚才呢说了几个字，就我因为我是说一代球员嘛，对吧，
所以这边可能就有人举报了。就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帮黑子在这儿，啊，就一帮黑子，就是被我拉黑的人，或者是潜伏的人，或者是看不惯我、看不惯左小将的黑子都在这儿。就是我一说什么，只要稍微沾点边，他就给我举报，啊，就这边，所以他都关了就关了呗，无所谓。我没事儿，啊，还是小一好是吧？其实呢，国外这种事情啊也很多，但是国外呢，一般他不怎么集中，啊，但是也有像国家队的集训，你比方说备战个什么比赛呀。欧洲杯啊，世界杯啊，它也是长时间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它会隔一周啊，然后它就把这个什么太太团呢给请来啊？因为它主要是男人嘛，啊，小伙子，他主要是有这个方面，他一个安抚，他可能也就不往外走了，啊，也就不往外走了。你要说是有的也。不让这女朋友老婆来，这可能也是抓耳挠腮，嘛，也是抓耳挠腮啊。另外呢，就是平常的俱乐部啊，它都是走训，啊，就是欧洲的俱乐部都是走训，走训呢更是对自律的一个严格的要求。中国俱乐部啊，现在也有不少走训的，比较结了婚的或者老队员都走训，年轻队员没法走训，就咱们这个职业素养。啊，就咱们这个这个职业精神，你要说是十八九的也走训，那就乱了，那都不知道走哪儿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呢，也不要扩大化。虽然说有六个人去了，对不对？但是呢，从某种角度来讲呢，他不还有二十多个人没去吗？这说明呢，二十多个人呢，人家也是啊，遵守着这个规章制度。所以呢，中国足协在这种防疫防控的背景之下出了这档的事儿，说实话也是挺难堪的啊。所以从重从快，禁止这六个队员以后入选各级国字号的资格，这个就挺严的，因为没给年限啊，也没给年限，然后呢还禁赛半年。大连人俱乐部也跟进，下放预备队，啊，罚款30万。但是你罚款30万，可能对陶向龙来讲啊，这个钱呢，说白了也不是说多么疼，因为他的年薪，那肯定不少，啊，肯定不少。你要30万，你下单，那能下不少。嗯，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呢，这波队员本来水平就本来呀，这水平啊就堪忧，因为这一波球员真正可选择的就100多个队员，然后呢，本来呢入选了国青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也是事业呀、啊、向上走的一个标志，但是没想到呢，这相互之间的这一个感染，然后就出去，最后是法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啊，上岗三停了啊，最彻底是吧？所以呢，我们反复强调的，其实啊，还是一个这个球员呢，从小，怎么样能够，为自己呢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你看啊，就相对比之下，你说陶强龙，他这个自律性。
那通过这一次可以体现出来。还有一个队员啊，比他们小一点，何小科。我觉得何小科呀，将来呀，如果能踢出来，那么他的这个自律一定是帮了很大的忙。何小科啊，何小科呢是中国U16的一个代表性的球员，04年的是吧，他现在是在塞尔维亚啊，然后呢现在回国准备啊，就是加入这个U16国少，要备战。你看他这个对于足球的这一份专注确确实实能够体现出来。他16岁，他这个肌肉啊，这个练的啊，这感觉就知道下了很多的功夫。而且他的母亲呢，就是从小从他10岁去鲁能就一直啊跟着在生活上照顾他啊，当然这种陪伴可能也会在自律性这方面呢会有一定的监督。但是也有人呢，就是你用不用你监督我都自觉。所以呢我们只能这么讲，就是再严格的管理也有人出问题。就像你说反夫反腐反贪是吧，这多少这个老虎落马，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人以身试法。你说用怎么用什么去理解呢啊，用什么去理解呢，就只能是跟个体有关系。跟个体有关系。就说恒大许老板那儿那赏罚分明是吧，但是仍然有违纪违规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首先还是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个体的角度来讲，他缺乏真正的自律，然后最终呢就撞了红线，然后被施以处罚，这个过程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说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一个管理，这个有点有失偏颇，有失偏颇。就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长都督促孩子学习，但是可能有的他未见得就真正的能够热爱学习。所以管是肯定要管的，但是管不代表一定没有事情发生。所以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在未来这个选拔球员的时候还真是得多方面去考察了解。你像这种不自律的，你就是天天你给他带上电子脚镣他可能都能出去啊，就跟有的猫似的，有的猫就愿意在家待着，有的猫你家里边给他多少条鱼他还要出去溜达去啊，所以这是本性，真的是本性。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种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最终一个人去怎么想或者怎么做。那么事实上呢，人们对于这支 U18 U19 这国青队啊也是不没有抱太大希望啊，包括呢就是传出来在热身赛这个两平两负是吧。其实我了解的情况啊，就这个热身赛吧，它毕竟啊它是热身性质，所以它一般打三节，因为国青的队员也多啊，打三节，比方说头一节或者头两节它是主力或者是这个主要队员去打，第三节呢往往呢就是一些就是替补啊或者考察的，包括03年的小两岁的也上去踢，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第一节可能还是领先的，第二节也没输，但是一到第三节可能邦邦被人再打俩，所以这个成绩呢倒不能够说完全的代表着这个就是这一届这个国青队的成绩，说什么热身赛什么踢什么预备队都踢不赢，我认为这个可能还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啊，不能这么简单的看。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出现这样的这个事情啊，
对于这个中国足球的形象还是会有一定的损害。但是还是那句话，是六个人出去了，啊，26个人留下来，啊，就是从人数对比来讲，那么如果说我们从六个人当中你就看着中国足球没戏了，那你为什么不从26个没有违纪违规的坚持留在宿舍睡觉的这些球员身上看到某一种这个中国年轻球员的一些积极的东西，是吧？但是呢问题出了，那就让他们付出代价，有管理规定，是吧？有相关的处罚的条款，照章办事就可以了。啊，今天有一个群里有一朋友说这个什么禁止入什么国家队，这个什么国字号，他说等这今年联赛陶香龙要是进5个球，中国足协就是跪着会求陶香龙加入国家队。我说你这想的有点太多了。啊，对于一个中国足球来讲，说你一个球员，当然有才华的球员很难得，但是他没到那地步，还得跪着他求进国家队。就进五个球就能进。就是所以是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很多球迷眼里呢，会认为呢这个是假招子啊，就是一阵风，然后过去之后又放出来了。这个可能过往也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至于中国足球的未来角度来讲，就一个陶强龙，是吧，就是不是说你将来就不让你入选国家队中国足球就不行了，咱们还能规划呢吗？是吧？所以我认为严格管理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严格管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管理方法是惩罚。而不是说你通常我们会认为管理就别出事儿。但事实上呢最有效的管理就出了事儿重罚。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杀鸡儆猴，才有可能引以为戒。你否则的话你光说光管，那他不见得就不出事。所以还是得这个把这个处罚给他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反正你要是承认，对吧，你对你自己的言行负责。啊，你对你的言行负责。那么出了事儿我就罚你就完了。感觉小一的网友都是有素质的，是吧？有嗓子哑了，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它不是第一次，它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就是因为我曾经啊采访过职业足球很多年。我觉得呢有的队员呢就是你没人管他也踏踏实实9点多钟10点来钟睡觉。有的就是你怎么管他最后他还得出事儿。啊。所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我是挺相信的。当然有的可能是浪子回头，这有。啊，有的可能是啊这个突然之间是误入歧途，这也有。但是呢一个球员的底色是什么其实很重要。你要是13-4就调皮捣蛋的，我不信他23-4就能规规矩矩。啊，就包括现在足小将的有些孩子，其实我也知道这将来有可能就会有点问题。你比方你现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啊，他表面上他觉得他听你，但实际上呢我知道他不服。他不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孩子呢，也不是说他就不好，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主意。那么将来呢，如果他这个主意是对的，那可能他不为人所动，他最后坚持自己，然后达到自己事业的顶峰。如果说他坚持的东西是错的，别人好言相劝但他不听，到了一定岁数，那他可能不听你之后他做的事儿就不是说现在这么简单了，说你让他往这边传他往那边传，不是那么简单，是吧？所以呢
这个呢都是很多都是天性，很多家的天性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跟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家庭的环境、家庭教育有关系，或者跟他所接触的人有关系啊，这个都是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所累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有的利用好了可能会成为这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运动员的特质啊，有的呢如果是没有加以良好的引导，那可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事情的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好吧。嗯，好，今天也过了12点了啊，今天呢主要呢是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英超啊，聊了聊这个国青，中间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联名的这个361的鞋啊，由于呢可能被人举报了，所以小一呢现在也关张了啊，小一也关张了啊，然后啊不是小一啊，小斗关张了啊，所以呢这大家就早点休息吧啊，明天我们还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内容，这走职业这条路不容易是吧。小斗刘关张，对，刘关张。行，好了，朋友们，加油吧！今儿就聊到这儿了。大家没事可以去看看我发的这个，我们的几个孩子连续六脚，一脚传球啊！我们很期待着未来，足球小将的比赛当中呢，今天的事儿发生的很蹊跷，没什么蹊跷，好吧？感谢这个小一的朋友，好吧，早点睡吧。